失望将到，海风的你终于回来了。看先生心情必受药伤，不错，是关于受药魂那口剑上三花，已脱离剑国之身。三花受凶回凶，由于凶手无来最是得手，必须设法再行剑国。我欲取夸幻之符，顺涛一宗。哦，听起来夸幻之符以及三花受关系回避顺凶，当初三花无用。就是夸幻之符才能所修复，我希望能找到伊，顺梦当初修复之术。此时信息紧急，夸幻之符的基础便在剑山深处的荒诞之术，不过此地处处险机，夸幻之符竟是千中不过，你假心前往，使大家小心。我的小心都是各地。另外，听闻先前佛门以幽都代战，圣中之雕被幽都枪灭殆尽，不敌定义，确定是乾隆找出佛门圣策，将告放心吧。他不是我兵兵路道教西救故西路俏。请几位在此等候，我告雷中找我定救，专用也能等你了。专用有消息吗？但电话中中有在，一手起令出救命用命计划，可使人脱胎重生。但要行刑，手起令出需要先机污化，这污化条件真未拢符合。现在就看是否能出的救起令及救援机器，做真未行刑令出。好、哦，是啦，咱出发吧。唔好地再走吗？罗兄，您吧。啊，我苦。天后叫我北约束，随车可见西国崩落。所以之处，人事合界入土边，让我为恁修埋。哇，这个所在处处是个景天，可怜哦，拢是被这歹天气关系。这人事，关键是害，不只是被天气冷些，也有高些，以及被人所杀，好、哦，被杀。敢问兄弟，日出重逢之行，是为何故？伊也有啥物哦？北约的天灾人祸不断哦，彼日人活未落去了，还无数个月前才来过北约一双，同时生存条件也不敌日出恶劣。这几个月来，北约是发生啥物变故？这地方生活本就困苦，虽然与人之间时有相争，但在三个月前的一场大雪拼。从北约变得更为困苦，如今又大雪不断，都已经是无处征活。据我所知，历次西北地因为地转水源丰沛，又位处山阴之地，气候相形温暖，所以形成一个集市。为何恁往那集市迁徙，却选择冒险越过雪雾？因为名流集市又叫无道流市，原本是大家做生意和安居的好所在。但近年来，三代家族互相争地盘，时常发生争斗，使得这小贩啊，只能纷纷走避。海某绝对无勇气这样的恶霸反省。我劝你也是卖管用事了，这条路上真侪人死在三代家族的恶斗之下。哎呀，只能算是从天无眼了，让大家拢活未落去了，活未落去了，哦，行了。太初的是个专属修白修。咱便前往名流集市休息一夜吧。你想多管闲事咯？咦，这是天下事，不是闲事。这些弟弟，你足足这一棍，你凭什么插手修水？起码这个世界，都
总是看实力讲话，幻想插手涉水，立场难如何？我来请问明人是无拍算叫飞机来路，谁会倒来，就由谁做主杀。好，是。因拍起来，咱是不是要帮忙？那你想帮，那就帮。我知，我到一边，我未瞬间就甲抢落去。那如果咱帮伊，就是迫害百姓恶毒帮派，那该如何？那你虽然要转由调停，不用调停，前面有一间客栈，咱先安顿前辈躯体之行，再四处打探一番。好，好吧。我靠！真正是我靠气死了！这是安怎带人？人气官是要带俗，又是用心，两者皆有。两间房间由了掌柜安排咯。当然，人气官随我来。这间房间较大间。就给公主你跟你的这观察来有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一道。哦，是啊，这间就给你住，另外两位公主随我来呀。啊，恁的房间啊，就在这院的对面。为什么不能带你隔壁就好？反正隔壁已经有人住，只剩这院对面要有空房，请随我来。至少地水也算干净。冒死了！这种人嘛是大富翁啊，换上人的装扮根本就是有钱的商人，带着两个保镖，不好其他不背古董宝物。古董？你讲迄句，观察内底是古董？当然啦、这是观察拢都尸体，等苦苦的尸体。何必如此带回酒庄？随地带来就好了。依我看，那副棺材内绝对藏着宝物。各位兄弟啊，准备动手了。